江总你好，很高兴看到你又为这次活动做独家赞助。你为我们华人朋友说几句好吗？可以，好，谢谢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ove Only 创始人江中杰，非常高兴今天我们在这里跟Angel 王以及加拿大皇家天使乐团，我们共同来做了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啊，我们真的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这个2月28号皇家天使交响乐团华尔兹新年音乐会的主题赞助商。这也其实也是我们过去10年在钻石行业资产化、钻石的这个就是极品天然钻石的资产化这条路上面的一个梦想啊。从最早我们提出的每个人都有心中的华尔兹，一直到现在我们创办的 Love Only， 我们希望让爱成为家庭最好的财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你这次你的赞助是一个什么规模？这次的这个华尔兹交响音乐会在2月28号预计的应该会有将近1000个人参与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您。